Today's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will be presented in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ex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ungarian, Indonesian, Japanese, Kore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Thai, and Spanish. 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Aesthetic Realms. 新加坡是亚洲主要的航空枢纽以及海运转运中心。据说古代有位王子名叫圣尼罗乌达玛，他在海上遇到暴风雨而到岛上来避难。王子在岛上看到一头像狮子的动物，于是把这个岛命名为新加普拉。 在马来文就是狮子城的意思，新加坡便因此而得名。鱼尾狮身像如今已经成为新加坡著名的标志。这座鱼尾狮身像高8.6公尺，重70吨，雄踞在新加坡河口。 而且口中源源不绝地喷出清泉，与衬印城市的天空和滨海湾交织成一幅独特的美丽景致，是观光客的游赏胜地。1819年，英国的莱福士爵士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从此开启了新加坡的现代历史。由于贸易不断的发展，而且充满了成功致富的机会。 新加坡吸引了来自马来群岛、中国、印度次大陆和斯里兰卡的移民。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成为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由李光耀先生担任第一任总理。他的远见加上行政团队的努力，激励了新加坡人民发挥团结的精神，而使国家迅速的发展。 来自各国的移民为新加坡创造了一个融合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使这个国家拥有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年都有缤纷的节庆。新加坡人民来自不同的种族。 和不同的宗教信仰，却凝聚成一个国家，彼此和谐共存，为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您可以搭船沿着新加坡河，畅游新加坡城。新加坡河昔日是新加坡的命脉，在新加坡河上漫游时，可以看到富丽典雅的古老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 两者形成奇妙的对比，而且相映成趣。在新加坡河口有座独特的现代建筑，外观像两个特殊的贝壳，那就是滨海艺术中心。它是世界上表演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之一。 滨海艺术中心全年都有各种文化和现代艺术表演。如果你想鸟瞰新加坡，
高165公尺的新加坡观景摩天轮，可让您一场心愿。当摩天轮缓缓上升时，您除了能饱览新加坡的都市美景，甚至还可以看到新加坡的近邻马来西亚和印尼。人们只要搭乘捷运，就可畅游新加坡各处。新加坡城内有教堂、清真寺、道教庙宇、佛教宝塔和拥有独特传统结构的印度教神殿。走出城外，则可看到许多住宅区或卫星镇。这里拥有高耸的住宅大楼和自给自足的设施。今日大多数的新加坡人都住在高楼大厦中。虽然高耸的建筑林立，新加坡在全世界仍有花园城市的美誉。岛上处处绿意盎然，新加坡各地也有许多独特的自然公园和美丽的花园，供大家享受欣赏。新加坡植物园是繁茂华丽的热带岛屿公园，也是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园中展示各种花草树木，占地超过52公顷。植物园与市中心相邻，因此住在城市的人也可以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国家兰花园是公园里最漂亮的地方，里面种植了各种高雅的兰花，而且触目所及竟是花团锦簇的美丽造景。植物园的热带雨林区拥有40公尺高的参天古木，这些原生树木有些树龄已有数百年。东海岸公园的沙滩绵延数公里长，设有单车、直排轮和慢跑等专用道。您也可以在东海岸帆船中心和水上运动中心尝试驾驶帆船和各种水上运动。许多新加坡人也会到东海岸公园露营过夜，享受徐徐的海风，倾听浪涛的声音。如果您想体验热带的原始雨林，不妨一游五级芝麻自然保护区。这片苍翠蓊郁的原始雨林距离城市仅12公里，拥有多种蕨类、灌木和各种大小树木等丰富的热带植物。区内步道的路标明确，可依循指示漫步全区，亦可登高至全区最高点，海拔164米处，沿途还可巧遇一些可爱的猴子。五级芝麻自然保护区和中央自然保护区是为了保存新加坡本土的生物多样性而设立的保护区。圣淘沙岛是新加坡的休闲圣地，岛上宛如热带的天堂，有各式各样的主题乐园和活动，还有沙滩让您悠闲漫步，享受阳光，欣赏美丽的海景。到了傍晚时分，游客可以休息放松，观赏海之颂。这是一场壮观的表演，结合了雷射、喷泉、音乐和火焰，制造出戏剧般的效果，让观众仿佛置身在神奇的梦幻仙境中。在以下几则简短讯息之后，请继续收看《艺术与灵性》，和我们一起探索新加坡的美和多样性。
迎回到无上师电视台的艺术与灵性，我们将继续探访迷人的新加坡。若想进一步欣赏不同种族的特色，可到新加坡各文化区一探究竟。例如想多了解马来文化和表演艺术，可以走一趟马来传统文化馆。在马来艺术节期间，您可以尽情欣赏优美的马来舞蹈艺术和用马来乐器演奏的马来音乐。结束参观后，您可从马来传统文化馆步行到苏丹清真寺，这是新加坡最大的清真寺，耀眼的金色圆顶是它的主要特色。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在室内见证一场传统的马来婚礼。除了新娘和新郎之外，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依照古老的习俗盛装前来参加婚礼。在清真寺前面有装潢美丽的商店，贩卖传统服饰和各种手工艺品。在石龙岗路的小印度是个很受欢迎的地方，每逢周末就人山人海。这里的商店贩卖各种印度商品和必需品，如香料、茉莉花串、沙粒、民族饰品，也贩卖手工艺品等各种纪念品。这里有许多美味的印度素食餐厅，绝对可以让您大饱口福。小印度在屠妖节期间张灯结彩，华丽非凡，宛如辉煌的神话世界。您也可在小印度参观一些印度神殿，教堂和清真寺与印度神殿并列共存，附近也有一间锡克庙。在卫塞节这一天，佛教徒、道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小印度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庆祝释迦牟尼佛诞辰。这些活动包括提供免费的素餐、文化表演、慈善活动和布施需要帮助的人。这种互动和交流促进了不同信仰间的了解与信任。中国城是中国人移民到新加坡时最初的安居落脚之处，店中的商品琳琅满目，从手工装饰品到传统服饰应有尽有。新加坡的中国城在农历新年前数星期即已高挂明亮的彩灯，熙攘热闹的街道，沿街排满年货摊位，充满喜庆欢乐的气氛。当地许多中国人都会来这里购买年货，其他种族的人也会来买春节的装饰品，装点自己的房子，享受过节的喜气。盛大的嘉年华会春到河畔迎新年是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之一，城市的滨海地区仿佛是奇幻仙境，有色彩鲜艳的花车、神话动物、传奇人物、古色古香的凉亭，还有十二生肖展览。东方的十二生肖包含十二种动物，各代表一个农历年份。
在庆典期间，前来新加坡的游客可以免费欣赏文化和杂技的表演。大约在农历新年期间，还有一个著名的庄艺大游行。它原本只是人们在街上列队行进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如今却已发展成多元文化的国际活动。庄艺一词是装饰的小型舞台或花车的意思。游行活动包罗万象，从文化表演到现代舞，令人目不暇接。您可以欣赏到中国的舞龙和当地马来与印度的文化表演，还有来自印尼、福尔摩沙、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国家，来自全球各地的康乐团，主题各异的花车缤纷亮丽，有古代的人物角色，也有未来的建筑设计。新加坡是素食的天堂，新加坡各地约有500家素食商店和餐厅，提供中式、印度巴巴和西式等各式各样的素食、纯素食或有机纯素食。这些餐厅和商店都列在新加坡素食协会的网站上 www.vegetarian-society.org。多元的文化风貌，不断增建发展的花园和公园、历史建筑、自然保护区以及友善的人民，都使新加坡成为观光揽胜的不二之选。在亚洲的这片绿洲里，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交织进来的新事物，并且不断探索充满生机的新天地。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造访活力十足的新加坡。焦点新闻后，请继续收看无上师电视台的素食主义，高雅的生活方式。愿上天保佑大家平安喜乐。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 our visit to vibrant Singapore today. Please stay tuned for vegetarianism.The Noble Way of Living. After noteworthy news, here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heaven bless all with peace and jo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AJAR.